思卜真每日灵修。经文：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民数记11章11节。真金不怕火烧，真实的信心也经得起苦难的考验。但是信心微小的人，只在顺境才相信上帝。若把健康、民生、财富等外在因素挪开，他就开始质疑、抱怨上帝。但有真实信心的信徒，能在黑夜唱新歌。夜越是黑暗深沉，越显出明星灿烂光华。在苦难挫折的环境，人坚信倚赖上帝，越是显出信心的可贵。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橄榄不经压榨，发不出特有的香味。葡萄不经踩碎，不能制出美酒。没有暗礁，就激不起美丽的浪花。没有经过铁锤的击打，火炉的烈焰，匠人的智慧与巧艺就显不出来。没有光影明暗的烘托，一幅画就显不出它的光亮美丽。若我们不了解罪的毒钩与咒诅，就不晓得天堂是怎样的光明圣洁。若我们不明白世上的劳苦愁烦，就不知道天堂是怎样的乐园。很多事若没有强烈的对比，就显不出它的异同。所以矛盾冲突挣扎后，更能感觉到平安的真意。极度劳累后的睡眠，更能感觉到充分的休息。换句话说，过去的折磨、受苦、受难，世上的无奈、悲情，往往更能显出荣耀天国的美好与福分。